随着球员工资和转会费的逐年持续攀升，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开销也与日俱增。根据体育情报网 Sporting Intelligence 发布的全球体育薪资调查，巴塞罗那俱乐部成为世界体育历史上首个人均球员工资超过1000万镑1281万美元的职业俱乐部。据统计，本赛季西甲巨人一线队23人的人均薪资已经达到1045万英镑1339万美元，比2017-18赛季猛增 33%。 而且这还不包括各种奖金，就薪水而言，梅西已经完爆 C 罗了。由于梅西与巴萨续签了一份堪比 NBA 顶级球员的大合同，瓦普税前达到3000万欧。同时一方面俱乐部签下了库蒂尼奥、亚瑟、马尔科姆和比达达等高薪球员，另一方面2018年度还与皮克、塞尔吉罗贝托、乌姆蒂蒂和布斯克茨相继续约，也让球队的整体人均工资水涨船高。紧随巴塞罗那之后排名第二的是皇家马德里，他们一线队球员的平均年薪为810万镑，可1038万美元，3-8位均为 NBA 球队，其中排名第三的勇士和第四的雷霆，换算成美元都超过了1000万大关。勇士球员平均年薪1006万美元785万镑，雷霆则为1002万美元782万镑。如果就联盟平均工资而言， NBA 无疑是职业体育的富人区，平均工资达到590万英镑756万美元。库里顶薪续约后，其他三巨头明年都到了合同年排行榜中，曼联位居第十，是英超人均年薪第一的俱乐部，达到653万镑837万美元。排在他们之前的是尤文图斯，因为 C 罗的加盟，老妇人从上赛季的第32位跃居第九，曼城英超第二，人均年薪593万镑760万美元。但在整个排行榜中仅位居第20位，前40位中还不难发现切尔西、埃森纳和利物浦的身影。网曝桑切斯在曼联的重心达到近60万镑，就足球联盟的人工年薪而言，英超依然还是足球打工者的就业天堂，平均年薪达到299万镑383万美元，比西甲高出 36%，220万镑282万美元，是意甲的两倍，150万镑192万美元。